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永航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。来，今天的话呢，各位唠唠这个街霸二代啊，真的好久没做这个游戏了。来看一场这个冷门角色高手之间的对决啊。这个左边拳王专业户，右边长城雷电，这个位置漂亮。上来的话呢，拳王抓了这个叉子一手抓头以后呢，择了一个左右，结果差一点点就打晕啊，有点小可惜。然后这里呢，这个叉子呢也是求生欲非常强啊，挣脱了这个拳王的纠缠以后呢，拉开距离，漂亮，一手反应很快的反背，之后两点压到外面一个滚儿啊，继续，哎，让开了。他这里可能是觉得自己血量多啊，想让拳王这里呢主动往上走一走啊，自己打一打防守。之后呢，这个位置呢还在后闪，拳王这里呢拉近距离啊，哎，漂亮，一个这个嘟啊，结果呢又闪出来了。啊，你看到这两个人呢，就是一追跑啊，之后呢，一个远距离战，一个是一次性给你干死。哎，拳王这里想抓，被这个叉子识破，要晕的，最后一下直接抓，一个回头炮啊，接一个抓，直接呢就是搞定。那么呢，咱们来看看第二局啊，拳王这个游戏是非常暴力的，尤其这个专业户啊，也是这个拳王呢享有盛名。这位置呢，看场打乱斗，看场打跳，晕了。我们来看一套约，再来双滑步两套约，直接带走，好吧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